小红书的宝宝们，最近换季了，因为我自己是敏感肌，所以说换季的时候其实皮肤很容易泛红，然后会痒，也会起干皮。我相信肯定有很多的小红书宝宝跟我一样，其实这个时候你肌肤已经不是说处在缺水的状态，它可能是肌肤自己的一个保护层已经屏障受损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要需要一个修复。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维稳好肌肤状态的秘密武器 Metro 的宝麦霜。然后最近呢，我还收到了他们送给我这个女神节的限量版本，打开看一下，上面就是有写的这个 Power for your skin 的一个字体，然后是他们的一个限量版，是不是很可爱？我给你们看一下它这个包装，它采用的是一个真空按压的一个设计，就每一次你要用的时候按一下它就可以出来，然后这样的设计我觉得是很卫生，而且呢每一次就是你用多少也是非常的可以很好的控制。看然后在手上就是那种黏黏滑滑像奶盖一样，涂上之后完全不会让皮肤有负担，而且涂完之后啊皮肤软软的，就是有很好的光泽感停留在肌肤上，你在换季的时候涂这个宝曼霜就会让你的皮肤不会再泛红，不会过敏。它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科技配方，叫做 PSL 的一个技术，可以让肌肤形成一个自带的天然保护层，重新构建你的第二层肌肤。因为呢有了好的肌肤底子，才可以帮助后续的护肤品很好的吸收，才可以很好的上妆。换作我平时在工作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比如说作息时间特别不规律的时候，熬夜的话皮肤就会特别不好，所以晚上我就会睡前涂上比较厚的一层，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的肌肤依然是可以比较的光滑透亮。那如果我没有工作的强度这么大的话，平时在家里我就会涂一层薄薄的，差不多一泵就可以了，然后这样子可以维稳我日常的肌肤状态。好了，今日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今天呢要薄薄的涂一层然后去睡觉。想要拥有女神肌就跟我一样涂 Metro 的宝曼霜。